下课喽，回游戏室打电动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白猪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体验，体验版游戏。这样讲怪怪的。反正就是他现在在公测，然后只有两三天吧，二月三号到二月五号还六号忘记。然后是 The Tomorrow Children， 他是 Sony 本家的游戏。然后他的玩法，之前看介绍影片的时候，感觉很像在什么德国那个什么希特勒时代那种感觉的游戏，但事实上他在玩什么我也不太知道，好像有点类似麦块那样要采矿吧，还是干嘛有的没的，但是他的画风 不怎么麦块就是，然后好像还会有怪物来侵袭，反正就是等于是我们只是城镇的一颗小棋子，然后我们要让办法让这个城镇继续运作就是。所以他之前其实他有 close beta， 就是 CB， 然后我有抽到账号，很幸运的我有拿到账号，但是我忘记玩了。等我想到的时候，他 CB 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之前就没有玩到。然后就他现在就开始 OB 了，现在 OB 就不用抽，你只要有就是 PS4 就可以玩。我不知道要不要 Plus，因为它是线上的，我不知道需不需要 Plus， 反正就可以玩，可以试试看。反正这种测试不用钱，就赶快玩。看如果好玩的话，以后正式版可以买；如果不好玩的话就算了。然后这款游戏其实我还蛮有兴趣的，虽然它的画风很奇怪，它的人物有点像是用，就像这个，像那个粘土捏出来的东西。然后因为都没有玩过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要干嘛。你看，照理说一开始都是教学啦。我之前看就觉得这个很像那个多魂剧里面那个那个人叫什么？对啊，Do you want to play again？ 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其实我没有看过多魂剧。I want to play again。还蛮像。你就你要讲话就进来录嘛，阿旺在后面那碎碎念。反正意思就是我们要帮助重建这个国家，我们就是一个小旗帜。采集。哇，很摇摆呢，一定要随口随到。就是等我们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就要利用我们。哎，箱子，哦，我有无线电了。哎，我没有朋友。废话，我们才刚讲完话而已，那我不记得。还要再讲一次哦。哎，真的哎。啊！你可以爬，我爬到他头上了。前面有个好巨大的东西，我看一下选单有什么。设定应该是不太需要动。这个哦，市政资讯，无线电是按上，实验无线电，左跟右是工具，下是收起工具。市政资讯，反正应该会慢慢一个一个教啦。看第二台电视，嗨 ，Cent of cash the gold if your ID。Void， 所以这个城镇叫 Void。阿旺说 Void 有虚空的意思。是讲哪一国语言啊？听不出来。Dom Privilegia， 至少知道不是英文，也不是中文，但不知道是哪一国。哎，我锤那个那叫什么锄头吗？稿子。哦，我可以敲了。他在叫我敲这颗东西吗？哎，真的哎。他还有那个量表，还会慢慢裂掉哎。好有趣哦，裂，这好像那个生气的头上那个符号。哦，打开了。哦，下就是拿起来跟收起来。下一台电视，哦，好暗哦。哎，这好有鬼片的 feel 哦，而且又从我身上。会发光。先看电视再说。你是一个复制体，哦，我只是一个复制人嘛。复制人是种特殊生物，专门用来探索 Void。黑暗洞太久，所以我不能。哦，
所以我不能在黑暗中待太久，我需要等是插火把吗？插哪里？插上面吗？插，好有趣哦！插了之后呢？继续挖吗？不，挖错了！啊，又挖错了！真是的，我要稿子，我要稿子。我是要往这边挖吗？他只叫我插火把，没有说我现在不知道干嘛。挖看。好慢哦，有没有好一点的稿子？哦，有了，通了。哦，这个是要拿着。我叫我才不会变奇怪的东西。他的，哦，好黑啊。这是什么？宝箱哎，竟然还有宝箱，得到了铲子，开启，他还要自己开宝，哦，铲子，我以为是，灯，我忘记拿灯，这设定好奇怪哦，他的火把有多大 K 的，那我朝那边走，看有没有其他箱子可以拿，有吗？有哎。得到什么呢？信号弹，先把它打开。继续。就视角转的有点慢，等一下去设定调一下。哦，那个是什么？先跟电视讲话。那是金属，金属长好奇怪哦。Ne primer cotoria la yuzia。好呀，我哦，上面那个吧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灯吗？可以把它带走吗？这好有趣哦，好像珊瑚的东西。先挖矿吧，这应该是要用这个吧？还在哼音乐。挖矿太无聊，那哼个歌。他只有哼一开始，后面就哼。要裂了，要裂了！如果这时候放开，不知道会怎样，裂痕会恢复吗？哦，吸收了，吸收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矿石吗？我要把它带出去吗？啊，收起来，可以收起来。哇，这包包蛮万用的嘛。可以收的那么大东西，那、啊、这可以收吗？不行，还是可以挖吗？欸，可以耶，这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没有，它是挖后面的墙壁。欸，取消，我们要挖墙壁，不行，还是它是用铲子啊？欸，它就那个15是使用次限制次数吗？不行。电话响了。我怎么接？啊，上！啊，手把的声音会录进去。我手把拿远一点，把他们带回外面。好，PS4 手把是有麦克风，有喇叭的，所以有时候它游戏设定里面会让手把有声音，这样就会录到麦克风里，就变成两种双重声音存放。欸，灯可以带走，不错。所以我现在是要来这边放矿吗？存放，我直接倒出来，三个了。地震，然后呢？人？欸，什么声音？怎么有种好像宇宙船要来的感觉？不是啊，然后呢？哎，前面不见了。哦，那应该是在跟他讲话吧？我有新的。是的，就说对了。人家在教你怎么成为一颗称职的棋子。有三种哎：贫穷、无产、中产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属于中产阶级吧？哎，我们还没有房子。所以我们应该还是无产阶级，我们要想办法升上去就是。
我们的洗脑时间，广告洗脑。我国杰出，你自己的家园，然后这也告诉你以后可以干嘛了。哦，可以换衣服，还有那个纸娃娃系统，操控市政政策是可以投票吗？然后呢？哇哇哇哇！用更好的工具，这个不错啊，这个比较好。反正就是你要慢慢升级啊，自由设计自己的城镇。十亿哎，这玩家有可能不能这么多了。光 PS 有 PS4 玩家就没这么多了。有什么不能动？哦哦，有了，我有我的第一个那个开张，我是市民了。哎，我收到中产阶级证件哎，这些证件赋予下列权限：可以参建造住所跟市长选举投票权。在这工作台完成一些物品的权利，还有在服务站购买商品、职工具的权利。OK， 居住许可证了，好像可以自选城镇了。收到了绿茶外表。好，现在是自由模式解，不是自由模式啊，那个，噔噔，那我这可以带回家吗？不行，电话要来。Slovak， 使用地铁站。前往城镇。我要去跟部长讲哈。俄罗斯娃娃复活，什么东西啊？但人，所以这边是俄罗斯。俄罗斯就还在那个战争时期的俄罗斯。好了。哪里有地铁站啊？这个吗？哦，地铁站在升起来，好有趣哦！嗨，可以跳你上，欸，可以耶！耶，我在升高了，有没有看到你的权限越来越高了？这个是沙吗？我在海市蜃楼吗？它升好慢哦。欸，哦。刚才是协调吗？我控血了，太高也会摔伤哦。哎，有了有了，蛮厉害。电梯，它是电梯。好了，要去城站啦，去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城镇。跑工作人名单时间，而且他完全没有音乐，就只有地铁那个运转的声音。他真的做得很像那种古老的感觉，古老电影的感觉。很久很久以前的电影都大概都是这个感觉。我要跑多久？你要得给我点画面啊什么的，音乐啊，就只是这样子好单调。可以跳过吗？不行，强制中奖。欸，哎呦，跳游戏名字啦，应该就是结束啦。还是其他是利用这个在 loading。哦，怎么了？这个音效？我到了，欸，好大哦，比我想象的大。你已获得盛大奖励。咚。欸，那是什么意思啊 ？C H A K。R 那是 A 还是 R？VSK 100的自由世界钱币，拿到100块。每日奖励20配几卷，所以我现在有30了。哦，我们在干嘛？你获得已记录的，反正就是一开始就送这些东西。欸，火箭背包。我可以挥力哦！欸，有其他玩家欸，看到其他玩家在旁边。那个吗？那个吗？欸，有电话。我的孩子，你好，又忘记把那关掉。看来制作成这期间的市政厅，欸，是其他玩家欸，他在发炮欸。
难怪那么吵，就是有人在发炮。我是不是已经到了人家已经建造好的城市啦？感觉完成度很大啦，有什么很多东西的感觉。也许在人工海岛更多东西。保持，反正就是继续叫我盖东西。这样，我先把手把那个关掉。设定周边，把关掉，换重复的声音。好。哦哦，宣传二，科技三，文化三，所以我就是要跟其他玩家一起努力。金属是零哎，好缺金属。他们在打什么？哎，有敌人哎，那我也要打，可以吗？可以耶！他们在有人要入侵吗？发射，发射人我就看不到了。嘣嘣嘣嘣！啊，现在发好多发，速度好像再高一点。他这个发包之后会，哎，我都打好前面了，才发现，他们为什么可以射这么远？哦。要蓄力啦，这都是烟，我看不到，不懂，还是交给专业的来打好了。哎，它会坏掉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恐龙好了。那边有龙耶，不远算了。那我现在到底要干嘛、啊？苹果，找到资源了，收起来。哦，被车撞了，而且我快没血了。哎、欸，我刚才没血，我颜色会变好奇怪哦。这是什么？不能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按正方形可以食物并恢复体力。哎、欸，我包包满了，拿不起来。这可以吃吗？不能啊。种植。哦，直接变一棵树。下午现在要干嘛？不懂。哎、欸，其看到其他人家都有在动哎、欸，可是我不会。刚教学叫我干嘛？我忘了。乱丢资源，有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。它不同的资源会放不同区域。对啊，我们前阵正被攻击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游戏好难哦。我们现在是要去收集金属吧？我原因为我刚刚快死了，所以我颜色变这样。然后我需要补血，那我不行。对啊，存放金属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缺金属。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金属啊？哎，我会哎，我会不颜色的，为什么？这个公车是去哪里啊？哎，有苹果，吃掉。应该是别的玩家的家。他怎么出现，然后又消失？他是鬼啊！欸，现在要干嘛？我不懂。我不知道。无聊乱拉。还在发电呢、欸。可是我们现在是缺金属，不缺电啊。联盟商店。
哦，可以买更好的东西，铲子、锄头、电锯，可是我没有钱，还是烧到这边等。剧情剧情。哦，我要上公车吧？我用公车定起来岛屿哦，所以我要去岛屿挖金属。好，我要上车，我要上车，乘坐，乘坐就变第一人称视角了，是吗？哦，没有，我在外面啊，变成第三人称，靠巴士在那边。只有我一个吗？挖金属喽！有两个人。哦，看到了那边吧，去外面挖金属。真的，这游戏就是个工具人。国家是随机生成在一组吗？还是说玩家都在这里？都说玩家都在这里，那样人不会太多。好巧哦！不能直接传送传到吗？然后这边看这个奇怪的画面，应该快到了。现在公车是歪歪曲折、磁浮。到了，我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我这是要把它搬上去吗？真的哎，那我既然都来这边无聊，我就帮他们装载。跑掉了。哦，它会自动装啦、啊、我在装三小朋友。好，这边好多东西。是，搞不懂这游戏在干嘛？这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啊，对啊，我不是有背包吗？我怎么用？哦，好帅！怎么用？有了有了，哟，好有趣哦！也有敌人哦。我要去挖矿金属，那可以无限飞的吗？看到那边，那边有金属，挖矿喽！我的稿子呢？不会吧？他不会是只有教学送你的，然后你进游戏稿子就没了？啊你！哦，我又按错了，真的没有稿子啊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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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了！奇怪，为什么我没有突然间有人冒出来？我挖到墙壁了。好像都把它往下面丢，有点搞不太懂这个游戏。不懂啊，矿好像都被人家挖掉了。这边还有一点点余矿可以挖，好多敌人哦。这游戏要摸很久才会体验到这游戏到底在干嘛。
起来，冲起来，好、哦。还有使用次数限制的，我剩89了。好像几乎都被人家挖光光。现在要去哪里？这个是什么？真的不懂这个游戏要干嘛？哎，这边有矿吗？没有，算了。有挖到一些是不错的，真感觉资源没有很多啊，但是我没资源怎么办？这游戏雷冲啥？包包好像满，冲啥？算了，我走了好了。我回城镇，在这边不知道干嘛，没什么东西可以挖，有点无趣。哦，它是有怪物的耶，可是我还没有工具啊，还是可以拿。哎，可以。好，靠的，死了哈。我开始，吃，他的战斗系统有够奇妙的。好了，这车怎么还不来？我在等啊，来。请坐，我回家。不明所以的游戏啊，它太高深了，太难懂，我不太懂。赶快带我走！不是会自动装载吗？算了，既然都那个啊，他走了，我没有做到，我混蛋。哦，人不能过，我要等下一摊呢，我好难过。刚刚苹果丢我，他在那边玩，好像是在玩家在做事情的时候才会看得到哎、欸。才看到他在干嘛？我怎么捡不起来？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手把一直在震动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还有矿吗？挖一点矿好了。对，本来还要等下一班公车，就挖一点东西来。怎么手把还在震动？而且这种声音。是有怪物来吗？懂，都没东西了。手把没震动。是啊，等一下一班车吧。怎么跑到外面？进去。在干嘛？不见了，这好像也在外面，对不对？
噔噔噔，汽车，客车，快来，快来！哎，整个都不见了。哦，它震动是在震说那个地方消失了吧？整块都不见了。现在大家都在来装，把东西丢回来，因为整个不见了。这地方是随机的，这有些有点电波，感觉要频率对到才会觉得好玩。嗯，等车等车。嗨，你好。ゲレタ。噔噔。箱时间，先上车好了，我怕等一下我又错过了他。叮叮，就是要走了，是要赶快上车。这时候，走吧，车车。住所已完成。嗯，走路。到底什么奇怪的世界？好，回那边的城镇。大家都走了，因为那边的那个矿山不见了。是绿色那一个，想换衣服，不想怪物这里。我记得我之前看宣传影片啊，如果把哎呦，我穿过什么？那什么东西？就是怪物打死的话，也可以挖掘它，可以把怪物就是挖掘分解这样。到了，到了。叉叉叉叉叉叉，对，哦，它可以穿在身上哦，然后应该只是站在那里面。苹果啊，我再来是不是要把这些东西分类啊？死掉了，苹果不知道是哪一区。哎，还是丢到这就好了。不懂。我无法成为一个称职的棋子，因为我不懂我是要干嘛。到处讲话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军事用品。哦，可以做武器的，这个呢，电器哈。哦，有手电筒就可以不用再一直那个，是工具。他们怎么建造的、啊？我想要也想要造一个家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这个是衣服。是用的。这别人家可以进别人家。对，就别人家而已。换衣，他家感觉就是一个空间一样。哎，好近哦！帮忙增电。我要保持在这个蓝色的这一块。我在产电了，我在生电了。好近哦！我直
到了一些点。坏掉了，坏掉了，可以维修。修。我的哦，被打到啊！你看哪里还有炮台？坏掉了。我升级了，好像只要多做一点，多做一点那个。东西就会升级。按那个方向键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左左左，下下下，右右右，上上上，上上上，右右右，右右右，下下。好，修好了。他死了。他死了，那里挖好尸体。必须劳动部，劳动部工作能力发给配偶圈。哦，因为我刚升阶了吧？好的，那跟大家做一样的事。把怪物分尸，然后拆走。坏掉，坏掉了，耶！好，我们的店家被盖住了。拆，拆，拆！他不知道拆了他是会拿到什么东西。哎，有人叫我。嗨，你好，不见了。哎，你好。耶、yeah ！想要跳上他的身体看看。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好有趣哦！哇哇哇！哎、欸，有人也上来了。裂掉吗？收不知道是吸收什么。都没人了耶。可是他重要部位已经被挖走。他不是胸口原本有一颗绿色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反正这就是一个努力发展成真的游戏就是。哎呦，稿子快坏了耶。刚刚任务是叫我去劳动部，祝世界和平。劳动部在哪里？喂喂，还有地图没有呢？我又按错键了。还有贡献排行，哈哈。哎，中文。哎，有一位同志为了我们的理想做出终极牺牲，什么鬼、啊？好不够。走开啦！不要来我们家。啊！牺牲了，应该就是被怪打死了。又别人在打。哦，那个没了。打爆你！我也要做出牺牲了吗？他死掉不会怎样。他会跳宝、哦，这个应该是放在这里。
左下角那个贡献值，好像只要贡献什么那个就会提升。工作台要排队，哪尼？做东西要排队，那如果一堆玩家的话，不就排到死哦？一堆人一直死掉。一，我们的继续继续跳，将跳进让市政的护甲被帮忙。找不到劳动，哎，换我了，换我了。啊，住所数不足，人力发电机劳动哦，劳动部长这样，有吗？有这个建筑吗？盖一个。哦，植物已经打造完成了。好，劳动部是长那样吗？在哪里？小部去了，这个还在这。当碍事啊！这边这边这边，劳动部是这个，要排队了，真是的。下一个就是我，下一个就是我了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造访新市镇受到负责损坏设施。哦哦，他在评价我的那个嘛劳动结果。23，劳动排名19，我现在是这个城镇第19名了。哦，所以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要来这边，来这边报告我的结果。好，所以反正这游戏大致上就是你要继续想办法发展城镇啊，然后那个职员壮大。像刚刚那个制作的工作台就可以制作各种建筑，然后还没建的话就可以赶快建，就是这样的游戏吧。它是多人的，它是可以大家一起，可是它不可不可以跟好友一起。像有人还没有的，就是要去收集这些资源才能做这些东西。我的妹的，如果这个就是大家好朋友一起就是建造一个城镇的话，应该是会还不错玩的。不过，但是敌人，阿旺刚问我这个可以打他，刚很多人就死掉了。他广播是中文的，然后说什么很多同志对重做那边就牺牲就是死掉的话，他会广播。他说：“有位同志为了终极的理想做出了牺牲，超有趣的。”好啦，那我们这个试玩版大概就玩到这边啦，因为再来就是继续发展城镇了，没有什么特别剧情。啊，因为只是试玩版啦，所以可能就是没有剧情。如果是正式版，应该会有主线要你干嘛的。所以现在没有剧情就可以不知道干嘛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就玩到这边啦，这个系列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底下点个喜欢。想要继续追踪更多影片讯息，欢迎点个订阅。然后要追踪开台讯息的话，请到我们的粉丝团点个赞哦。就这样啦，拜拜。